35. 北京日报：漫游费下调 WiFi 租赁依然火爆。2015年7月13日3时56分，北京民生06 HTTP 冒号双斜线 bjrb.bjd.com.cn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3斜线 content 下划线294597.htm 右上网。二是寻找酒店、餐厅的免费 WiFi。三是租一个随身 WiFi。入前，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光费、手机上网数据流量之费最大降幅超过90%，收费。